Hebat. Nanti tangan ya. 我们现在在这个 Gunungan 这个景区这里后边是瀑布啊，我大概看一下这个景区呢，它是没什么历史意义的，所以的话我们就看景色就好了，跟着我镜头看景色就好，朋友们，然后自己判断一下值不值得来。好，我们一起去看一下。 朋友们，这个瀑布这里啊，现在好多人，也好热啊，我就准备走了。如果你觉得这个瀑布还不错，可以来试一下，门票才20000。如果觉得这个瀑布不合你心意，也可以继续留意我们的视频，关注我们或者订阅我们，到时候看到有你喜欢的视频，那就再去走走。好了，朋友们，再见。